耶。小妈妈在向他打视频。小妈妈，我就把你送回来耶。开心吧？你不要把你的腿压在我的肚子上。就真的有小朋友是这样睡觉的吗？现在是晚上11点多。你跟我说你饿了，你哪里饿？吃啊，葱牛奶。以后别来跟我睡了，你知道吗？喝了这个就睡觉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喝了这个，你不要撂床啊。放心吧，我会一觉睡到大天亮。嗯，现在是2:37。你告诉我你要干什么？走啊。可以睡觉了吧？这事不会起来了吧？晚安。